to Tennessee. Summer 呢有人是会在这里游水的，但不知道哪一道，可能那一道是没有船的，就是閘了，但是呢水都是这么上緊的啦。是 for free 的。心呢个人，第一次咩话？我第一次船咯。What the test？ 一磅嘅喎，抵啦。一磅嘅喎，系啊，抵啦。上面添，两个啊，咁搞笑咧！
度又有第二架喎、啊。系啊，会唔会撞埋噶？会唔会撞埋噶？你同佢过嚟 say hi 啊！你过嚟，你过嚟呢度啊！你过嚟呢度啊 ！OK 噶，你过嚟啊，好安全。跟住同啲人 say hello 啊！Hi 咁样咯 ，Hi 咁样，啊，佢同你 say hi 啊 ，Hello， 好 friendly 啊，呢度啲人一见到，哎呀，应该有鱼系入面，系咩有鱼啊？佢一见到你同你 say hi 咧，佢就会好开心，佢又会同你 say hi 噶啦。我会觉得香港嘅小朋友好乖咯。系啦。咁但你都要 be nice to them 先得噶嘛？我哋应该就系去灰色嗰栋嘢度咯。我咧就觉得我哋应该会去嗰个咧，有普通嗰个过去低好低嗰个咯。啊，系啊。系啊。哇！呢度好窄啫喎。Spider web。系啊，嗰度有 spider web。我哋向边边行啊？嗱，直去去到最尾，定系转入去咧？真的要進入去喔 Lee's Dock 列斯的碼頭，這裡呢有些是住人的喔，你知不知道？前面那些住宅呢是 apartment 來的，住在這裡都挺舒服的喔，每朝起身都可以見到船，見到船，見到水，見到海，呢啲都唔知道叫咩海啊，河流咯，幾靚啊呢個！呢度係呢個博物館嚟嘅，係啊，係皇家武器嘅博物館啊。即係講佢哋皇家啲士兵咧，會有啲咩武器會帶啊、用啊咁樣。這個呢個咧其實係可以住人嘅 ，boat builder 係咧你可以喺入邊住，即係煮嘢食啊、瞓覺啊、去廁所啊都喺入邊。OK， 我哋埋岸啦，到咯。上船啦，上岸啦。可以讲十分钟之内。好嘅。开唔开心啊？开心。同你倾偈，我呢啲真系好靓。阿叔叔话佢都喺岸边买咗间楼。系啊。系啊。买添啊。佢话相对喺伦敦同埋澳洲算系平啦。佢话同埋有舒服啲啊。翻呢份工可以住喺嗰度。O、okay, K， 可以上去啦。Thank you. Ooh. Yeah, well, wait, sorry. Thank you. See you again. Yeah. Thanks for the ride. Thank you.等一等先，等叔叔开咗嗰个闸先。